巴黎的三大景点该丰富，提丰田镇的林田山，拢摆出该重要多数的个素材。巴黎林管处就委托个专业团队，用个三年去调查研究韩国翕片的，还完成了纪录片《恋恋林田山》，为东台湾的林业发展史留下的记录。林田山林业已经100年了，是东台湾最古老的林场。好睇三年嘅纪录片《恋恋林田山》，为记录从1918年开始读书嘅，多了下超过100年嘅林田山山业史，全长48分钟嘅纪录片，呈现了林田山透过读书嘅微笑，留了下嘅记录人文发通。不过因为时间冻久了，林场山气变化动态，为重现历史现场独木昂贵。最困难的点就是资料的收集，然后要还原到现场。很多人那个时候呢，非常喜欢来这里工作，很多女孩子呢很喜欢嫁到我们这边来。林田山到民国75年停止读书了，安卡安泰的林田山林业气度不但像保留完整，多了下也很容易读个带。希望青春安卡有温度的故事，发现林管处从1803年开始启动林田山文字保留计划，特别从经验完成的纪录片，就是用松土壤的模式，拍下了三纳之外和强迫进行记录访问，甚至青春安卡做近千个天然调查记录。来增加完整性，所以我们等于是从12年前就开始在林田山做记录，其实已经很多已经不在的耆老的画面给补上了。103年我们就启动了这些相关的计划，希望从林田山把林田山这所有的广泛的资料里面，能够收集到真正对我们有价值的这些林子林业历史文化。恋恋林田山是花莲林管处所推出第3出的林业史纪录片，和强调今年已推出就得到众多的国际影片的奖项，提高能见度。客家新闻，冯小琪，花莲报道。